医生问你到底要放弃多一个？你是不是讲高人心？你心里后悔啊？迄个时阵足紧急嘞，我甲医生冤家，甲要求，严讲，我甲你妈落去啦，会当甲你救倒转去啊？去手术。啊，不过你妈是强力啊！就是这场让高家人个个哭得伤心，也让观众看得跟着好心碎的戏。三立台剧《天之娇女》剧中连体姐妹人美人心正式分割。这场手术后两人首次见面的戏，拍摄之前导演带着演员一一走戏，还没正式开拍，大家情绪就已经满到不行。二姐，你怎么了？抓住他的手。二姐，你好啊，两只手把他握紧紧。二姐，你怎么了？那你觉得为什么不理我？啊，你要有那个 feel 啊，二姐你好啊，二姐你好啊，啊，金星就是东金星东南后后啊，金星东南南后后啊，你看就过了，别看，把心打开，我在想我要不要翻页写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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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鉴赏没了，翻几页啊？翻花几页？对，啊。我想解释啊，对啊，被我看监视器，对，你听过监视器咋来啊？好啦，我夸着来了，就是一定，阿伯，阿伯，起码就一定不好。等张家良来的时候，当着张家良抓着爸，抓着张家良叫爸爸，多谢您啊，一定阿姨，表弟，表弟，表姐。叫表弟玩开心，没有，我是亲姐姐。啊，对啊，是亲姐姐。人美，他没得到人，我在那边才教。对，会啊，当然会啊。谁叫他前段时间他长那么大岁那么？那呢，这模样那是危险，因为放弃多姐，高人心。哈哈哈哈哈！我们也是很痛苦，就现在高人心。你有错觉，我很小心。对你真的把它放大了，行了，我这老送人海开门，来。我去帮我的妹妹拿水水了。把娘去帮她拿水。阿姨，抱到腰。去抱到腰。爸爸，爱爸爸给你领几天吗？爱爸爸给你领几天吗？领到一下。你们在干嘛？你们在等我进去。你不是接的啊？你不是接的啊？啊！是我。就他们谈恋爱是不是？我跟爸妈，我跟爸妈拢直接怪你啦。你不是接的啊？我跟爸妈拢直接怪你啦。我为了帮人心装水，可以了。对，老太婆连姐姐什么用？老太婆连你。哦。哦。笨笨。人心的手，人美的手在肩膀上，啊，对对，扶着手，你扶着姐姐，你扶着姐姐，然后你的手，哎，也去抓着二十，对，我到这边来，你到这床头来啊，是一心给，一心。光是走戏就已经让曾志熙泪流满面。高家人这场充满亲情拉扯的剧情真的太多泪点，演员卯足全力表现，就是希望能让每一个看戏的你跟着一起动容。完全了，边看真的会边着哭，报道。